设备到法兰西斯堡这一段的11号公路，也非常的漂亮，蜿蜒起伏的山路，茂密的森林，漂亮的湖泊，行驶在这样的公路上呢，也是一种享受。这条公路上呢，也有很多的白天供人们休息野餐的地方，但是供人们夜间过夜的地方呢，就屈指可数了。这里是其中的一个，这里是一个卡车的检查站，这里是可以晚上过夜的。这里的手机网络信号呢也比较不错，不像在弗朗西斯堡那个小镇呢经常的卡顿，或者是经常没有。11号公路呢非常的漂亮，但是可以停下来驻足的地方呢比较少。这里是其中的一个。我现在来到了11号公路弗朗西斯堡和三字贝之间中间的一个位置。这个位置呢是一个叫做阿迪科卡这个村子。从这个村子名字来看呢，应该是一个印第安人的村子。这个村子号称是独木舟，加拿大独木舟的一个中心，是最重要的一个中心了。划独木舟的爱好者的一个圣地，应该是在安省西北部吧。只要喜欢划独木舟的，基本都会到这里来。这里呢，不仅有可以划独木舟，还可以呢有自行车，完整的自行车赛道和摩托车赛道，还有骑马的一个小路，以及徒步的。这里呢也是适合不同的人群在度假。这个地方是它的一个游客信息中心，但是呢它只是在夏天开，应该是在6月2几号开，所以说这个地方应该就是一个夏天游玩的一个地方。但是我呢也没有带自行车，也没有独木舟，然后留着以后再去。这期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下次见。